这家游乐场进去需要会员卡，如果没有，当场申请也行。首先填好个人资料，收费15，周末20令吉。进去前拍张照，自带袜子就不用买了。里面有卖饮料，自己带水也行，不过放在篮子里。鞋子放这里，进去前先洗手。地方大，干净又舒适。当起小老板卖东西，夹糖果机，荡秋千，跳跳床，三轮车，充气游乐场，翻滚大气球，火车火车嘟嘟嘟，发挥创意能力，女孩喜欢的娃娃屋，休息空间还能按摩。